归去来饮好梦，酒杯中影要醉的人。曹总，曹夫人，您好，我叫赖慧君啊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曹夫人是安尼啦，即个吼，咱这 case 这赖小姐冇差过，伊对投资房地产嘛就有兴趣啦。恁家是咧卖地开哦？我是企业化经营啦，即马有二三十间的加盟店呢，要家己赚钱哦，较辛苦啦，叫别人替阮赚哦，安尼较轻松啦。苏夫人，你要点食啥物来啉无？唔免啦，我啉矿泉水就好啊。苏夫人啊，啊是安尼啦，我甲宽仁哦是西中的姜麻贴，我早就想要请你出来食饭啊。我几个企业家朋友吼，一定要跟你熟识啦。郭议员，关心我讲，你就伊做房地产的生理，我今日就是专工来了解一下，看是不是真正有投资的价值，其他的我拢无兴趣。哦，哎呀，阮厝哦，最近的代志较侪啦，阮太太今日是特别报工过来，时间有限。好，谢谢，我知。对啊，这就是这批故宫文物的资料啦。地址我拢查过啊，绝对无问题。我跟你讲啦，这地点好，交通都便利，从化区来对吼，敢那剩这块土地上水啊尔。我有算过啊啦，这块地吼上少会当起三栋二十层的大楼。啊，虽然讲哦，迄地价即摆咧起啊，啊伊遐房价一平二十万来算，上少会当赚七八千万呢。郭议员，赚七八千万对阮来讲，利润伤低啊。哦。哎，公明啊，啊顶回你甲我讲的，应该唔拿这数字吧？哎，是啦，当然唔拿啦。哦，这数字是佩珊上保守的评估啦。啊，详细数无吼，爱等建筑师把这设计图画出来了后，算出实际坪数，啊，会计师才算会出来啦。啊，你放心啦，我给你保证啦，绝对唔拿七八千万。那呢，你的助理哪会讲七八千万这种外行话啊？哎呀，生意也不要紧啦，那真正决定要做，我会找家己的会计师，搁算一下。不管是不是要投资，拢袂让外行带头咧做。郭议员。后盖咱讲生理，啊，你要找建筑师，啊，是做厂，我拢无意见。啊，不过其他一寡你不答的人，我看就刷刷去啊，无需要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哎，是是，我知影，啊，苏夫人，这点吼，我以后特别注意。好，哎，我是感觉这地点袂歹啦，哦，啊，阵若用去找到有名的设计师，把这个样品屋哦做较高级的，一平要花到二五万，应该拢无问题啊。甲苹果的报告做出来，才来决定啦。郭议员，啊，这个资料敢袂让阮查转去？哦，会用啊，当然会用啊。啊，你做你查转去啦。啊，关林啊，卡住若欠这些资料吼，你随时通知我，我马上派人送过去。好，啊，多谢你。好，等下用啊。来。苏夫人啊，你确实是做搞做生意的呢，不愧这尔好爷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感觉查某人还是负责开钱较轻松呢。我甲慧君哦，虽然对这房地产较唔捌，啊，不过阮对名牌包甲服饰拢真有研究哦。哎，苏夫人，你迄个包包吼，之前我嘛想要买呢，要唔过哦，我一看到这卡限量的吼，我就改变心意啊啦。加在我无买呢。啊，老婆，今天你的撞包啊呢？慧君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那许苏夫人的眼光袂输人哦，一定是普通时收无用啊啦，无时间头去踅精品店。那无你哪有机会头买到这卡包包啊？
慧君啊，你唔通伫咧关公的面头前人大刀哦。咱两个今日吼，规身躯的行头加起来，恐惊还阁无苏夫人今日挂迄对小小的钻石耳环来得有价值咯。是啦，我有听人讲吼，有诶迄钻石安尼细细粒啊，啊，着几下惊死人呢。佩珊，啊，你今日挂这耳钩哦，敢那比苏夫人诶加几下粒呢？人我是这是去珠宝店凊彩买啦。老苏夫人迄吼，迄一定是名家设计啦。啊，我这可能奈比诶。讲这是要创啥物啦？啊，歹势啦，苏夫人啊。啊！你普通时吼，可能真正做无闲的，拢无时间头保养的款哦。我有认识迄整形外科医生啦，看是要打肉毒杆菌啊，是玻尿酸，拢半价哦。我看这手肿哦，这年 baby face 看起来加我笑脸。苏夫人啊，话紧啊，无我加带你加去几撮吼，我给你保证，一定比即马后加笑脸五岁。我等一下，搁要开会，快点。哎，公爷，啊，资料我先查转来，咱保持联络。好，我等你好消息。好，哎，好。苏夫人，歹势哦，今日耽误你宝贵的时间。临工哦，我再请你甲宽林单独出食饭哦。苏总，夫人，顺行哈。来，再见哈。来来来。讲这有诶无是要创啥？你来讲，行情敢会比伊较好？哎，打包。真正毋捌看过，遮尔啊无水准诶查某啦！规身躯顶顶下下，穿几行啊粗俗的名牌，都叫是家己真了不起，真正是古井的水鸡，毋捌看过世面啊！好啊啦，莫生气啊啦！这个世间有几个人会当参像你安尼？自细汉就伫遐尼好的环境，培养出遮尼出众的好气质，即马要找像你遮尼出色、佮优秀的女性哦，全世界找无几个啊！唔免甲我抱啦！那两个查某，我是愈看愈倒单啦。宽仁，咱过去拢是甲台湾排有头等的企业主咧合作呢，这款的装卡款啊，咱也是卖目较好啦。恁是咧弯道理，无需要甲因计较嘛。咱真正要合作的对象是高议员。青怡，这个开发案确实有真大商机伫个。你若真正这样想要做啊，我来甲你介绍啦。王伯伯遐有一块土地想要开发，你甲包落来就好啊。无你即摆是安怎啦？哦，我真无简单利用关系才找到这么好的开发，就因为你看那两个查某袂顺眼，就反对我甲高雄阿合作。那安尼我这总经理是做心酸的，无归去安尼啦，我总经理卖做啊，明仔载叫俊贤回来啦，我甲总经理这位啊嫌伊济啦。你干嘛需要气人呢？我唔若生气，我阁真切心呢。本来我想讲，这個开发案若成功，爸妈一定肯定我的实力，你嘛一定会替我感觉真光荣。想袂到，爸妈拢还袂有意见哦，头一个跳出来反对，竟然是阮某。我的反对不是因为迄两个查某，是因为这种的 case 咱较早拢唔捌做过，你听较细腻的嘛。啊，拄只我用话甲谈，结果咧，拢是一挂外行外路的，像伊这款的水准，要甲伊合作。我实在是袂放心啦！你是对因袂放心，还是对我袂放心？你哪安尼讲啊？因做我做十几年，会做袂做我根本唔知影。无唔对，高议员因是外行，就因为外行，咱才有空啊帮趁钱。讲较白，就是因为甲外行人合作较好怪，安尼你听有无啊？宽仁，
咱建设公司过去拢是去上高级的别墅甲豪宅，即马这是都市计划重建呢，甲咱过去的作风无同嘛。新人新气象，你敢要听过？这些公司已经换我做总经理啊，敢袂用小改变一下？好，那呢，咱是不是应该甲爸妈小报告一下？这种代志我甲你讲过啊，吼，卖阁去搅了因好无？啊，不过这牵扯到咱的经营方式啊。相信我的专业好无？我是你的红仔，嘛是建设公司的总经理，敢有可能杀了乌白乱舞？宽仁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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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安尼就卖讲啊，好，明仔载我来甲妈辞职。小可代志，你哪就闹到安尼啦？对你来讲是小可代志，啊，不过对我来讲是我的人格甲人格，让你袂信任的。我接总经理的位，有偌侪镭目睭等着看我的笑话，迄是因为啥？迄是因为我姓苏，毋是姓杨。我坐在总经理的位，压力偌大，你知影无？你莫安尼想啦，即马大家拢知影，你做甲比俊贤好真济啊。我知影，啊，不过迄个无够。过去俊贤会当互股东赚一块，我上少会互股东赚两块才会用的。我一定要创造一个新的局面，甲高油啊合作的 case， 就是我上好的机会。原来你是安尼想的哦，你才会这么积极要跟伊合作，啊，你唔着两早甲我讲，咱就袂因为安尼来相争啊。我就气你无了解我，佮唔肯支持我嘛。好啦，我即马了解你啊，我嘛永远会支持你。关英，啊，不过还是有一点，我要甲你提醒。什么代志？要甲高议员合作的，伊个，啊，不过要随时互我了解进度。你过来啊！拄才才讲支持我，即摆佫对我袂信任。哎呦，你误会我的意思啦！我是想要替你分担一寡责任。真正唔要。既然咱阿公无共心，你就应该相信我才对。无就莫勉强，以后这个 case 若需要协调，你家己去执行就好。我嘛无需要再甲你报告啊。归去啦，我这总经理莫做，回去我家己运作就好啊。上无哦，我阁有一点仔尊严，大家叫我苏总经理，唔是叫我哦，天下企业驸马爷啦，啊是哦，尤总经理的先生。无你即马是安怎？我一句话拢无讲，你都讲到规大堆。你虽然无讲，啊，不过我知影你心肝内伫咧想啥。枉费啊！我受遐尼侪委屈，嘛尽心尽力伫表现，结果咧，搁伫咧提防我啊！关林，是的啦，我真正唔知影你会安尼想。好啦，既然你有这款的想法，那呢？我都莫干涉你，完全放予你去处理。你真正肯信任我？当然啊，我海文那边已经有够无闲啊，哪够有时间来处理建设公司的代志？宽云，你拄则真正误会我，我唔是对你袂信任，我是真正想要替你分担一寡责任，因为这嘛是爸干妈的意思啊。是啊。是爸妈叫你来监视我的。不是啦，是爸妈今日对建设的业务无熟，叫我随时甲你提醒。都是因为安尼，我拄则才会对你讲遐的话。放心啦，爸妈那边我来应付就好啊。我讲要相信你，都一定相信你甲到。以后你做的任何决定，都是我的决定。有你的支持，我就加强啊。新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袂让你失望。我会赶紧把成绩做出来，要让爸妈、甲所有的人拢知影，你无嫁唔着人。我会让咱的公司真紧就爬起来，做咱全台湾建设公司的龙头。
毋是甲你讲过啊？讲话要较注意，偏偏不爱听，即摆得罪人啊，看你要安怎？杜议员，歹势啦，阿佩珊，即摆要安怎？哎呦，公仪，你莫生气嘛，你头拄嘛有听到啊？讲话为鼻腔出来，正口倒下，我听到是倒袂掉啊嘛。是啦，我嘛是看伊哦，一直咧欺负佩珊，我毋才跳出来甲口说一下。你是明仔早甲伊比啦，人是全台湾排有名的千金小姐，我甲恁讲啊，伊厝内保养品凊彩开一棚啊，落来金仔角就听我甲恁地死啊。啊，这么好啊，得罪着财神爷，我看你土地哦，准备要做皇帝啊啦。哈？啊，这么要怎？哎呦，公爷，你莫来甲回归吓惊啦。啊，你甲迄个苏总诶，毋是做马子诶，啊，私底下甲按耐者就好啊。是啦，葛玉婉，万事拜托呢。讲啊，恁两个哦，真正生鸡卵无放鸡屎有啦。哎，你不懂。后尾机会啦。我跟你做去。免，拄好你母仔真正假吼，拜托，莫过来乱啦，拜托。佩珊，歹势呢，阿叔还以为嘛咧怪你，无你的代志啦。拢是迄个杨心怡啦，看你洗澡哦，比伊较水，啊，毋知心内咧怨妒，啊，超工哦，讲遐话咧口舌来，一见面我就看会出来啊，袂堪要人比伊较好。佩珊啊，我讲一句老实话啦，无论哦是身材啦吼，外表啦，啊，搁有气质，你拢比伊好几啊百倍啦，我无怪伊会怨妒嘛。我嘛无咧胃疼呢，伊迄开迄面露车哦，嘛毋是上新型的啊。慧君啊，你的嘴嘛足甜的呢。我是讲老实话啦。佩珊啊，我拄则看迄高议员哦，这么生气，啊，咱都得是迄杨心怡，这个台湾敢够有希望啊？我本就是落来啊，哦，你唔同我讲句呢？安娜。迄苏总甲议员吼，两个做马子的呢，迄交情遮尼好，我看苏总一定想办法去说服因某。敢有影？迄苏总会娶好个人做某吼，一定是孝顺到财产。我顶好甲你头讲啦，甲因两个人按盘瞧好势啊，互相有遮尼大利益，伊敢拢袂出来？放心，绝对无问题啦。有影哦，安尼哦，我就妥当啊。你才知哦，好家仔有识识我，那无你哪有法度抱着种好康诶？我甲你保证，你这边哦，一定会赚个有势有势。多谢啦，能交到你这个好朋友哦，真正是我顶世人收来的福气呢。你今仔早起走业务顺利吧？差不多。听你的口气哦，应该是无顺利啊。我最近感觉你足无元气的，无怪你走无业务。你莫甲当作亲像下骹手人，你讲是吼？你哪安尼讲啦？我是好意甲你提醒，爱你甲精神退出来，加拼一寡业绩，莫甲时间浪费伫其他的所在啊。你即嘛是讲你讲我甲叶真妮吼？你莫遐离边干无？咱两个真海咧有时间做伙食饭，莫为着遐个代志咧冤家啦。我知影，我也无想要冤啊。我今仔日有一个茶会，除了银行界，还佮其他企业的主管，你不要做伙去好无？我无样子。你著跟我做伙去啦，应该是识一挂人，无得靠，佮因有着大生意哦。迄是恁银行的茶会啊，这甲阮生计这部分是有甚物关系啊？无你就当作是去陪我，好不好？你家己去好啊，下晡我要看嘛。看嘛，随时拢会用去啊。是安怎一定爱选今仔日？啊是妈遐有人比我较重要，好你赶快甲我等嘞，走去妈遐。你家己叫我莫伤过敏感嘞，叫你弟弟讲你叶真妮遐去啊。我都甲你讲过，叶真妮甲这件代志无关嘞，你莫搁拖伊落水好无？好啊，那恁你就老实给我一个理由，谁让你无想要陪我去？
顶摆出差代志阁无够见效，啊，我若陪你去，咱是要来称呼啊？那要讲我是林丽芬的翁，还是林先生？啊？啊，咱若问讲我食什么头路咧？问讲我是咧做副总还是做经理？我要来回答。你莫想遐尔济好无？啊，你若真正遐尔爱面子，你着好好拍拼，把业绩做出来，真紧就应该做副总还是经理啊？安尼你嘛唔惊别人看轻你啊？我像你讲遐尔简单啊，时机真尔歹啊，你若做迄个不要你好走。我无安尼讲，啊，不过做人本来就爱能屈能伸啊。你袂记啊？迄当阵我嘛是为着你，放弃银行的头路，去走较落地卡。我嘛无感觉我比别人较不如啊。谁让你即摆拢好有这种感觉？你讲话啊，我敢有讲唔对？就算讲你即摆工作较无顺利，我嘛无气嫌你。谁让你顶多遐尼啊爱计较，佮我计气？还是因为你无了解我。是啦，叶真妮就较了解你，伊会听你诉苦，甲你安慰，所以比我较重要。你莫佮讲伫叶真妮遐去好无？袂了，不会查袂你家己去啦，我要看妈。你若准投票，就应解决问题啊。我佮问你一遍，下晡你是要去佮有社看叶真妮，还是要陪我去参加茶会？你真烦嘞！我著甲你讲，我要去佮有社看妈。好啦，规气都搬去，我还要陪叶真妮啊。嘿，珍妮啊，啊，你在创啥啦？你讲情讲情，你到底想啥哈？哎，我感觉我不应该在家一直眯落去，我应该出去找头路。哎呦，唔通啊！这老弟哥哦，唔着咧，甲你呛声讲，哎，要互你咧外口哦，走投无路呢。啊，你若出去，啊，唔着拄啊好咧上马骑吼。你卖走，你卖走啦！你着乖乖哦，跟我伫遮哦，参我做伙来经营这个歌友社哦。哎，我相信哦，以你的能力哦，我无偌久哦，一定会开连锁店的啦哦。阿姨，我唔是做这道的，我哪有法度啦？会啦会啦，有法度的啦。珍妮啊！啊！是咧看啥咧？掠迄小姐咧，紧紧看晓啦，看啥咧啦？珍妮啊，来，我甲你介绍哈，伊叫做吼叶珍妮，啊，即摆哦暂时住伫我家啦。哎，珍妮，人即位吼，就是吼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迄个捧大海猪脚的皮大海大头家，嘛是阮。阿伯你好，啊，我是建华。别，你唔免自我介绍啦吼，我早就捌你捌甲吴春弟的，你就是建龙甲离婚啊，因为你两阿母差一点啊来离婚的对。哎呦，你这个老翻天啊！人家建龙甲珍妮的代志吼，早就过了时哦，煞了代啊啦。人家今嘛吼，两个人吼是光明正大咧做朋友呢。拜托的，你莫搁提遐臭酸袋来人糟蹋好无啦？哦，你正经有遐足天讨的呢哈！做人的老母替家己的后生在咧呛查某，你唔惊恁媳妇吼？若知影讲这个代志啊，害人阿婆在离婚都害啊啦！嗯，我听咧真暗咧，哎，我今仔日吼就是哦顾虑到哦，迄结婚甲离婚的感情哦，我唔只会收留珍妮的，人个吼。珍妮哦，是予迄个工党哦，逼到咧走投无路，够可怜的啦！啊，建宏啊，唔才会拜托我来收留啊！啊，而且哦，我把珍妮哦收留伫我家哦，嘛是安尼甲伊顾调的啊！安尼因两个人哦，绝对唔敢乌白来啊，你知无？哦，啊，你这是什么歪理啦？人建宏唔捌代志，都已经足了然啊嘞！哇，你做人啊是大人呢，哈啊，甲人安尼乱不掺落去，啊，你这样啊，头壳拍歹去，唔知安尼。嗯，你这个头壳拍歹去安尼，嘿，你有听过无？
助人为快乐之本。嗯，是嘞，是我害你冤家安尼。阿姨，我啊，不，这跟你无关系啊，这是我家己的代志啊。我今仔日吼一定要跟伊讲好清楚啦，哈。哎，胖头大海啊，我还讲啦，建宏伊今仔日哦，敢甲这尼啊传来我这大吼，就表示讲吼，因是公平正大，无啥物暧昧啦。那真正因两个人有啥物乌白乱来的代志吼，唔免你来这咧发信地啦，哈。我呢，绝对会驾驶建宏啦，我嘛会甲这尼啊赶跑出去啦。阿伯，是嘞啊，拢是我害恁冤家呢。啊，不过我甲建宏真正无安怎，我对伊敢若有感恩尔。若总共毋是，我即摆连一个遥控票号所在拢无，是真实。听着无啦，足可怜的呢。啊，咱心肝拢足软的啊，毋是铁拍的对无？啊，今仔日换做是你哦，你绝对哦，啊，会收留伊的啦。我相信你的啊。是讲吼，啊，恁安尼做，啊，敢唔替离婚收看卖？想讲伊心内感受安怎？有啊，我当然有退休啦。哎呀，你放心啦，迄离婚哦，伊是做明理的啦，哈，伊嘛知影哦，这年住伫我家啦，哈，伊绝对会当理解啦。啊？啊，你咧讲离婚怎样？嗯？啊，伊安怎讲啊？伊哦，伊是有淡薄仔使性地啦。啊，不过建宏吼，有甲伊解释好清楚啊啦，啊，即马无代志啊啦。哎，那这什么无代志？啊，离婚啊，哪知影吼，佫较袂用了，可以受到遐尼济委屈啦。你安尼何珍妮住伫遮吼，绝对会去影响到建宏伊人阿婆的感情，你知啊唔知？哎呦，你真有够啰嗦啊！这代志哦，你莫管啦。啊，是甚物莫管？我是因老爸的，谁人莫管？爸，啊，你也不是啊？啊，你即马哪会来遮？哦，阿娘，我知，你即嘛是来看伊的对，啊，哦，建宏，你实在物仔足害呢，啊，你嘛想看卖咧，恁无安尼做，甲要要想啊，啊，忝甲要要想，你唔关心，啊，你来关心别人。爸，你冤枉我啦，我是来看妈的，你看，我昨妈想要食物件来呢。好啦，你莫安尼关阿个伫计烧金啦，啊，来看恁妈一个，一个借口尔嘛，我煞唔知你伫咧关心迄个查某。爸，我真正是来看妈的。奇怪，现在你甲离婚拢袂相信我哈？啥？离婚阁唔相信你哦？你讲啊！我中昼食饭的时阵，阁去上出来，看有影无？啊？我都甲你讲过，代志无遐尼简单就准煞啦。建宏，啊，发生这款代志，你啥都袂讲，啥都来温瞒啦。哎呦啊，珍妮啊，你卖管你卖管啊，你入去啊，哎，这是阮家的代志，你卖插你插你入去，你入去，兄弟吼，有影足乱来啦，你啊，无你是讲煞话啦，啊，过来过来，弟弟妹，还好啊啦，我今日干是叫你一个插插咪出去啦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今嘛马上去甲离婚啊，回去嘞，你甲讲，你今嘛珍妮的代志拢无要插，叫伊放心。爸，我看离婚的代志哦，你莫操烦啊，我给你处理啦。啊，你还想处理啥啦？代志安尼愈不愈离间，我跟你讲遍啦。离婚啊是一个真好的媳妇，绝对袂用你搞我受着什么委屈。啊，你若唔敢去，不要紧，我老来陪你做伙来去。呀，不啦。离婚即嘛你上班哦，啊，出来这代志莫提遐乱啦。嘿啦，大海哦，我拜托者好无啊？你叫建宏哦，去离婚上班的遐。给歹看的啦！是啊，做唔对都爱认错啦，啥物歹看啥？阿伯，是了，因为我和你冤家安尼，我若是离开，离婚甲建宏伊的误会就会化解。我真是。这里，你离开你买倒位啊？我相信总有办法的，歹势哦。我唔知影，因为我的代志，害你甲离婚冤家安尼。希望我即摆离开过后，你莫自责啊，这是我甲你决定，甲你无关系啊。
嘿啦，其实哦，丽云哦是真明理的人啦。哎，卡叔哦，我记来哦，该说好清楚哦，我相信丽云哦一定会谅解的啦。哎，无啊，你是伫咧讲什么笑话啊？啊，多一个查某会当忍受这款的代志啊？啊，人要走就可以走倒，啊，你是安那？你来当安怎？当头壳一空的哦。嗯，这是我的地盘啦，我要处理代志啊，你阿爹爹要阿出找啊？尊爷，你莫插伊啦哈，这诶是我咧做主诶哈，你若想要留来哈，你就继续留来啊。那是咧离婚阿遐，我已经甲你讲啦哈，你住伫我家哈，是完全我诶主意啦，安尼好无？啊，我让你困，我让你困，你莫惊。阿姨，多谢你啦。啊，不管是为着结婚还是离婚，甚至是为着我家己，我拢无应该阁继续留来啊。我嘛爱过我家己的人生啊！哎呦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坚持一定要走哟啦？我找时间，等来看你。好啊，你定爱定来等来看阿姨哦。啊，无啊，我会烦恼呢。你还阁有哦？啊，迄个未见晓的小弟哥吼，伊确实吼敢找你的麻烦哦。你又来甲我讲，哼，我让你去。你较细滴哦。表，多谢你这段时间和我同坐。我再跟你说多谢啦，真正你甲我斗相共真济啊，比我回报我还济。过过，但是都莫放在心内啊！咱都当作是打拼，啊，互相无相欠。阿姨，我先来走。细弟呢？哈，保重啊！顺行哈。你老狗，我来讲哈。我来找你算账哦！哎，你免烦恼啦，免烦恼啦，凭伊的手段哦，绝对袂出代志啦。哎呦，爸，啊，不过你工党做人真卑鄙嘞，真哩真有可能被逼到走投无路。哎呦，放心啦，放心啦，伊若被逼到走投无路，不要紧啊，来我地下店旁盘，我同款的付薪水给伊，安尼唔妥啊。爸，啊，不过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卖阁讲啊啦。哎，啊，你还阁徛伫遐创啊啦？啊！你唔多赶紧去上班啊！建龙啊，我爱甲你警告，啊，对即摆开始哦，叶真妮的代志哦，千万袂用你阁甲我插吧哦。若正经有啥物问题，我甲你妈妈哦，一定会替你烦恼。你只要认命去拍拼你的事业，安尼就好啊，知唔？进去啦。妈，这有你食哦。好啊，乖。我上班。知影叶真妮住伫我家哈？足简单诶啊，煞毋知爱回军啊，走倒来厝内甲我讲诶，甲我斗诶。你拢无伫遐烦恼呢吼？你无烦恼讲回军啊，同款会去离婚啊？伊后头厝安尼伫遐宣传呢嘿？啊你啊喂啊！啊，这代志哦，诶，亲家唔知影，哇，我咧用三条溪仔水来洗嘛，洗袂清呢，啊？啊！你唔知影讲这代志遐尼大条？哎呦，都害啊啦！哦，迄啥物强的哦，达到这机会哦，绝对会甲代志哦，唔啊这大条的。哎呦，大海啊！啊，到即马我是要安怎较好哈？啊，那要安怎？啊，你唔是你夫人足厉害啊！啊，伫电台啊一挂听众吼，拢安尼call in电话来甲你请教。哦，我向王煞袂记，我嘛是同款啦，我参照遐听众人，我可应电话入去电台，安尼甲你请教唔才对。啊，切啊啦！哎呦，知影我个节目已经停掉啊，你搁来偷说？哼，袂当嘞！哦，我袂当回个三百强哦，迄个三百嘴哦，迄四个拢乌白天。哦，伊若敢安尼哦，我这李丽夫人哦，
绝对吼要重出江湖。哼，我一定会转去吼，把迄个十八强吼，舞到吼伊困袂落眠啦。你等下看。丽文啊，我你回来吼，啊，你这阵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拄则你的助理小姐吼，伫讲你参加一个茶会啦，我则伫咧想讲啊，我著踮迄个贵宾室遐吼，啊，坐咧踮二咧啉茶看报纸啦。爸，歹势啦，我唔知影你要过来，阁互你等呢。哎呀，这无啥物要紧啦，迄个老伙仔人啊，四界行，四界坐啊，啊，行较多啊，就坐较多啊，时间足济咪，吼，免烦恼，免烦恼。啊，我确实伫个感觉讲吼，我安尼来找你，唔知会去占着着你的时间无咧？不会啦，我真欢喜哦，你来遮行行坐坐。对了，爸，啊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无啥物代志啦。我就伫咧想讲吼，啊，你都来银行食头路食遐尼久啊，拢唔捌来遮安尼行行看看来甲你关心啊，啊，拄仔今仔日我想讲来甲你看下顺顺，啊，食一寡猪脚吼，通我互恁同事食啦。爸，多谢你啦。嘿，未啦。哦，哎呀，我这办公室阁袂歹咧吼。无啦，啊，就细细镜啊，尔。诶，细金光，细金，啊，你看起来缩结，啊，看起来无足数字个啊。啊，干呐看只白物件，就知影讲吼，这银行个主管哦，对你往里器重滴啊。是啦，阮经理啊，佮有同事哦，拢对我足照顾个。我伫只上班，感觉足欢喜个。啊，只是讲工课较无闲啦，无时间常常在看你，啊，佮大姨。哎呦，这无啥物要紧滴啊啦！啊，我甲恁大姨吼有厝诶，有迄猪脚店嘛，通我做生意啊。哎呀，不，恁妈妈哦，有迄落卡拉 OK， 对无？会当唱歌交朋友，啊，那阮三个老诶哦，拢未感觉无聊啦。啊，是吼，啊，我伫安尼看伊都健康哦，感觉伊安尼足需要你诶。啊，你安尼透早透暗啊，来款食诶啦，甲款穿诶啦，哇！咱就你顶班安尼出差有无？吼，伊话你又好，你知？伊个早伊招因小妹仔林飞啊，我们要转来陪这个爸爸啉茶啦，伫开讲啦，要得哦，伊也搁伫咧讲咧。你无伫遐几工哦，喜欢你收你，你知？哎，即嘛，逐工拢有人甲伊款食款穿，啊，连妈伫咧各有事哦，冇专人伫咧伺候，你应该袂想我才对啦。啊？哦。啊你，啊是，你伫咧讲迄啰叶振年啊？爸，啊你嘛知影？哎呀，我拄则就去恁妈妈迄卡拉 OK 遐，我唔当甲恁妈妈安尼黏黏咩咩，啊顺便讲一挂道理给叶振年听，啊可能是伊听听感觉歹势，唔带行李款款走。爸，我并无要甲叶振年赶走的意思啊。都无喏，那何伊款的查某店迄啰卡拉 OK 遐，安尼伫咧款三顿，哦，啊甲恁妈妈当作那大家咧。哦，哎呀，唔当，还迄款的查某弟啊吼，拢未看够的啦，拢未看够，唔当。爸，为着叶振年的代志，我甲建宏是有淡薄仔小得罪啦，啊，不过我无想要让你操烦啊，你走去甲骂店，骂心内一定会感觉足委屈的。哎呦，不管叶振年是啥物原因、啥物理由去恁妈妈遐住，啊，恁妈妈安尼做伊都唔对啊。我安尼甲念两句，骂两句，这嘛是应该啊，对唔？啊，你著知影讲吼，恁妈妈迄个个性啊，你拢无惊着啊，性格那压起来吼，啊，对伊阿妹，唔对伊阿妹，啊，既然伊家己要遐尼软心啊，啊，唔对，自家己都爱承担嘛，对唔？我是讲吼，丽文啊，哎呀，卖吼为着这个叶真妮哦，伫恁妈妈遐住吼，啊，你来怪恁妈妈，你阿母啦，对啊。没啦。叶振年去遐住，迄是建宏的意思。问题是出伫建宏，我袂怪骂啦。啊，所以啊，我毋则甲建宏骂甲足忝咧。唉，有影啦，无毋对啦吼。啊，即嘛是工商社会，翁仔某啊，个人交陪个人的，毋管是食头路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人伫外口吼，
都安尼互相尊重、互相信任，这是做人上基本的态度嘛，对唔？啊，既然要互人做咱会信任滴，啊，做啥物代志伫咧社会上都爱有掺杂啦，唔通讲安尼人带转来啊，啊，才叫人吼去体谅到伊的立场，啊，你做法都受过幼稚滴啊。有影啦，我安尼拄只甲叶子你豁出去哦。我安尼感觉足歹势，足失礼啦！我嘛知影讲，我去伤着伊的自尊。哎呀，不过我提大仔吼，我感觉互人讲我无法当，讲我不去刻薄，我都唔感觉你我这个媳妇去受着什么任何委屈嘛。爸，你看，看你后头厝这四大人，甲你看家看家遐尼好，来互阮皮家安尼做媳妇，所以啊。阮有这个福气的，所以阮一定都安尼好好甲你疼惜。这才是阮做这个大家官的本分。好，你后头厝的四大人，唔只有一个交代滴的了。多谢爸。对啦，我知影讲你这阵啊，你足有闲的啦吼，啊，你都做银行的主管呢，我安尼足欢喜滴啦。啊，是讲哦，这互建宏哦，心内有一种迄个无形的压力啊。哎，即款的情形啊，都知啊，大部分人应拢会啦。啊，是讲建宏无共啦，人建宏会安尼，有受到即款的压力，人建宏是伫疼惜你，啊，惊你受过操劳，啊，事实来讲哦，伊毋是无欢喜呢。啊，我嘛有伫甲苦劝啦。我安尼伫甲讲吼，咱大部分人都爱来尊重查某人的成就。啊，咱的某为咱的家庭遐尼辛苦，遐尼打拼伫付出，唔通讲为着恁某的成就比你较好，你就感觉你做大部分人无面子，安尼甲阿某讲话，都安尼大声细声，啊，感情啊愈来愈远。啊，你都无采你伫咧做人的骄傲啊，啊，无采你安尼伫咧辛苦，你讲对唔对？归去来饮好啊。